节。印度尼西亚，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。印尼有超过17000个岛。国庆节，你知道吗？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日是哪一天？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日是1945年8月17日，成为印尼的国庆节。苏加诺总统宣布独立日，他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个总统。这是印尼的国旗。红色代表勇敢，白色代表纯洁。每年国庆节升旗仪式在雅加达 Merdeka Palace 举行的。国家正式升旗仪式也在学校举行。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象征是 Garuda Pancasila， 建国无原则，信仰最高真主，正义和文明的人道主义。印度尼西亚的团结统一，在代议制和协商的民主思想指导下的民主，为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实现社会正义。多样信众的团结，虽然我们都有不同的信仰、不同的民族，但我们是一体的。这是印尼的国歌，我们一起听吧。人民通过许多活动来庆祝独立日，他们会举办很多比赛，代表印尼人民的奋斗精神。
我爱印度尼西亚国庆节快乐，祝我们的国家太平安定，再见。